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啊，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第七章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啊。那犯罪构成啊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啊，那我们现在就要看两种特殊的犯罪构成，一种呢是未完成罪，一种呢是共同犯罪，它其实呢都是叫做修正的啊构成要件啊。我们犯罪论体系包括构成要件的该当性、违法性和有责性，但有两种修正的构成要件，一种是未完成罪，一种呢是共同犯罪。啊，那一个标准的犯罪呢，就是所谓的完成的犯罪，那其实就是犯罪既遂，像故意杀人啊，把人给杀死了，故意既遂。但是如果杀人没杀死，那它就是一种未完成的形态。啊，那未完成的形态呢，那就包括犯罪的未遂、犯罪的终止和犯罪的预备。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给大家来讲述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啊，这样的一种修正的构成要件。一般来说啊，只有在直接故意中才存在完成形态和未完成形态，在间接故意中呢，那其实就没有未完成形态存在的可能性，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啊。张张因为停车纠纷开着车朝保安撞，保安一躲没撞着啊，这种冲动型犯罪，那如果没撞着的话呢，一般来说就不构成犯罪，因为间接故意通常呢是没有未遂的啊，只有在直接故意中才存在这种未完成形态。那关于未完成形态啊，大家首先要注意形态跟阶段的一种关系。刚才我说过，未完成形态所对应的概念就是完成形态。所谓完成形态呢，就是完全的实现了构成要件的全部期待，也就是所谓的犯罪既遂。那如果没有完全实现构成要件的全部期待，那就是未完成形态。那于是一个有趣的问题，就是形态跟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？大家知道一个标准的犯罪也许有四个阶段啊，我每天都想杀他，每天晚上做梦都想杀他，这其实属于什么？这其实属于起意阶段。起意阶段没有刑法意义，因为它对法益没有任何威胁，充其量只是一种思想，人的思想是不受惩罚。因为在刚刚过去的十分钟，可能在座很多同学心中都有一些邪恶的想法，但是只有邪恶的想法，没有必要以犯罪论处啊。但是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已经开始去购买毒鼠强了，那显然就已经不再是起意阶段，而变成了预备阶段。那各位就会发现，起意阶段跟预备阶段这个临界点就属于什么？就是危害行为啊，危害行为对法益啊，它就有一定的危险，大概就有 10% 到 20% 左右的危险。那如果在预备阶段，我拿着这个毒鼠强走到路上摔到粪坑里，毒鼠强也撒在地上啊，没法去杀人了，那这就属于预备阶段的一种被迫停下来的一种状态，我们就把它称之为犯罪预备。所以大家注意，预备阶段是一个动态的时间概念，而犯罪预备则是预备阶段下停下来的一个点。当然如果我走在路上准备去杀人过程中，突然看到秋风扫落叶，觉得杀人也没有什么意思，杀人不过能够瞬间满足我的快感，进而又归于虚空，所以把毒鼠强给扔掉了，这是在预备阶段自愿的放弃犯罪，我们把它称之为犯罪终止。所以各位就会发现，在预备阶段它有两种停下来的状态，那一种状态呢是预备阶段的终止，一种状态呢是预备阶段的犯罪预备，这两种状态都被称之为形态。所以形态是在阶段中静止下来的一个点，这个大家是要特别注意的。那如果拿着毒鼠强已经走到了他家，把毒鼠强投到了他家的水缸，那显然就从预备阶段进入到了实行阶段，而预备阶段跟实行阶段那个临界点就叫着手。那着手对法益的威胁又大概能达到 40% 到 50% 的这个 percent 这个程度啊。所以在实行阶段呢，如果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被迫放弃，
啊，比如说打雷了把水缸给劈破了，那显然就被迫停下来，我们就把它称之为犯罪未遂啊，是一种犯罪未遂的形态啊，形态它是一个静止的点。但是刚刚投完毒结果打雷了，我觉得我的行为被雷劈啊，我于是又把这个水缸给砸了，这个叫自愿放弃，那显然是实行阶段的一种自动放弃，这个又叫犯罪终止啊。所以大家知道在实行阶段也可能有两种停下来的啊状态，一种叫犯罪终止，一种叫犯罪未遂。再次提醒各位，形态是在阶段中静止下来的一个点。对某些犯罪而言，可能还会有实行后阶段，你给老婆投毒啊，投房了，但见他万分痛苦又把他送到医院抢救活了啊，这个是在实行后阶段啊发生的一种实行后阶段的犯罪终止。那再次提醒各位，阶段是一个动态的时间概念，其实我国刑法是没有规定阶段的，阶段只是一个理论的归纳，我国刑法只是规定了形态，形态是阶段中静止下来的一个点。所以如果当我们说犯罪预备，它说的是预备阶段中静止下来的一个点叫犯罪预备，那如果你要说阶段的话，一定后面要写上阶段叫预备阶段啊。法律没有规定预备阶段，预备阶段是理论上的概括，那因此在预备阶段自愿放弃，它叫做犯罪终止形态，不能叫犯罪预备形态，因为犯罪预备形态是在预备阶段中被迫停下来的一个点，叫做犯罪预备或者犯罪预备形态啊。当我们说犯罪预备指的是形态，如果你要说阶段必须要说预备阶段。那形态因为它是一个静止下来的点，所以它有一个重要的原理叫形态不可互利原则，就是停下来了那就不能够再前进了，也不能再倒退了，成立犯罪终止就不可能成立犯罪预备，成立犯罪预备就不可能成立犯罪终止，成立犯罪未遂就不可能成立犯罪终止，成立犯罪终止也不可能成立犯罪未遂，成立犯罪既遂也不可能成立犯罪未遂，因为形态是静止下来的一个点。那我再次提醒各位，预备阶段的自动放弃是犯罪终止或者说犯罪终止形态，预备阶段被迫停下那个点叫犯罪预备或者叫犯罪预备形态。当我们说犯罪预备，我们强调的是形态是一个静止的点，而不是一个动态的时间概念，动态的时间概念必须要加上预备阶段。